所有隐藏起来的真正恐怖的天体物质。暗物质是宇宙绝对的主宰，即便是能够掌控一个星系的黑洞，在暗物质面前也如同一粒微尘一样不值得一提。暗物质当中究竟包含了哪些天体，又有哪些天体具有最强的力量，人类不得而知。就好像我们每个人都知道风一定存在，但是我们的眼睛却看不到一样。暗物质是人类认知中宇宙最大的未解之谜，我们时至今日也无法窥探它神秘的身影。但是无论科学还是科幻，没有任何人会否定暗物质在宇宙中至高无上的地位。时运说，黑洞固然可怕，但是和今天我们的三位主角相比，安静进食的黑洞像个文静的小姑娘。在这些宇宙中真正横行的猛兽面前，不要说是文明，就连整个星系都要退避三舍。但他们不是离我们太远，就是藏得太深，以至于整个宇宙都匍匐在他们面前，却至今没有任何人能够一睹他们的尊严。